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tephen，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那么上一集结束之后，我们继续立刻又继续录。那么我们要去这一集的话，应该是第一个那个主导学历了吧？是的。那么，哎，丽丽真的好漂亮啊！她说，没有，不知道换什么衣服，我没钱，这是什么？你要买衣服的话，某本古书上说以前的军人是也是一次变强，他不苟苟。据说他喜欢对战关羽，我们在莉莉小镇也听说了呢。如果能叫他破破口，应该他为什么要叫拉恩和你和小幸运吗？这么多废话，小幸运，他是跟我说努力。肯泰罗，我操 ，yes， 我们可以骑肯泰罗了。不过，这次是想去。他怎么跑了？你好萌啊！原来是那个老头大叔是要跟那个追着肯泰罗跑。二号道路，他可以掉落道具啊 ！fuck， 有遇到啥？阿罗拉喵。直接抓，这是纯恶系的吧？好像还是恶加普通啊，好像是纯恶的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然后它有那个 Furco 特性，还不错吧？那是意义不太大，毕竟的话，首先它没回，一它没回复，二恶系不是一个太好的那个物耐属性吗？十一级，待会马上升级都学不了什么招了。龙人庙长得好看一点，我还想用。为什么我抓不到强恶吉姆虫啊？好，那么这个黑影是啥？居然还在等我！我记得那个六那个 OS 里面，哈库伊塔，马库伊塔 OS 里面，如果他干嘛的话，如果那个草丛抖动的话。你再走的话是不能，就是遇到别的野怪的话是埋掉的，直接丢球好。哎，又抓不住，怎么整天抓不住？而且这么恶心的给我搏杀，你妈吃我水炮，吃我水枪好吧？不是，还不是水炮，只是水枪。撞击，哎，我操，这搏杀一次立刻就打不中了。而且你还聚气，又没打中。这，为什么你说我比你早出生？难道你用什么后置技能？不对啊，不是啊。这马古希塔好，他们难打。你看，你看，这好像是 arm thrust 的，对。反正是，我已经有超能系了，原来，好吧，我败血了，那么，是我精灵球，走起，OK， 抓住了，不错。十几，马奎伊塔添加到图鉴里了。OK， 那么添加完毕。这个要昵称叫什么呢？啊，不过位置，我想起 potato 的不过位置。哎，终于有一只娘的了，终于有一只母的了。之前都是女，之前都是公的，这终于是雌的了。叫什么名字好呢？既然写不了英文，那么就叫中文，叫土豆吧。OK， 这
这边有个小屁孩要打啊，不对，哎，这女的挺漂亮的，这女挺漂亮的，哎，算了，靓女，我们一起出去吧，好不好？打完我带你出去喝杯，好不好？真挺漂亮的，大姐姐紫薇，为什么她那么都能想出这么难听的名字啊？她已经是鬼家毒的吧？黑色目光不让我走，好可怕、啊！水枪走起，这输出还不错。仇恨，这捡皮皮他妈好像是，对，果然是，这是我水枪皮皮多的是呢。我还有15发。Lick 伤害应该不错，还好吧，不高，别害怕，别麻痹就好了，还好没有不麻痹，然后水枪把对手带走，哎 ，OK 带走，94点经验，我操，好漂亮啊，刚才最后那个姿势，哎，我后悔没停下来看，哎，这是镜头才是墓园。这有东西可以拿吗？这好像是果田类似的，这是墓园的，难道可以摘花？这是解麻药，这人可以打，又是一个女的，这挺漂亮的，没有刚才那个好看，但是还不错。阿罗拉的颜值挺不错的呀，皮卡丘，你妈，为什么遇到这么多这个对我水家超那个这么不利的 matchup 啊？嗯，哎，换走，又是奥利吧？这是啥？哦，这招是牵手的，好像是，不对，这招是啥呀？和睦相处，okay, 那么起码保持到还可以的输出水平吧。你妈怎么这么两招将我攻击了已经，皮卡丘这么脆怎么这才不需要一些特工细菌招啊，这不是史莱福特，为什么你还要降五攻，好烦呐、啊、你好坏呀、啊、OK 带走， OK 等级是七八，土豆到等级十，他要学下马威，下马威学会，在说什么？来到坟墓缅怀的，缅怀什么呀？啊，我好困啊，怎么办？商务人士梁雄前来挑战。你看起来这么年轻 ，Alone the Trio， Alone Dig， 那么这发应该是吃不下我水泡的吧？而且你完全没办法打我。哎，阿罗拉地鼠真的好废啊！我操，居然有鬼信手。地加港这个特性，这个不怎么样的一个性属性，然后其实还好吧，可以吃下一两招别的东西吧，然后没，主要是没掉可以抓人特性，所以就没什么用，而且速度也下来了。
这也可以拍照，可以拍什么呢？应该可以拍到鬼丝吧？对，我可以放 snap， 快过来啊！看镜头啊，傻逼！这里有个技能机，我要拿，这应该也可以打的吧？待会再说，先把技能机拿了。能遇到鬼系的东西吗？哎，不错，刚好，哎，可以入队了。哇，而且这等级不错。听说二号道路可以遇到宝贝龙，但是我不确定。我抓住。OK， 那么当然要叫名字了。那么耿鬼的话就叫 Nappy。哎，好像把它叫时代的眼泪啊，不对。要叫好，那么耿鬼的名字，这是鬼丝的名字，就叫地震。No no no， 我不要到盒子 ，fuck， 啊 shit， 技能机100，密语，这是啥？那我看一下技能机100是啥。技能机100，哦哦 ，confide， 但是 confide 的意思是类似告白的意思。哎呀，我回去把那个鬼丝拿出来，然后补个血先吧。超音符，也是要抓的啦，反正。对，那么把超音符抓了吧，顺便。顺便得回去买点精灵球啊。OK， 那么一下，为什么超音符就这么好抓？简直想到 Pokemon Go 里面那些想用来抓的东西就不好抓，那些用来刷糖的东西。超音符。第一个是回啊，我要回去先，我们先回去。我想要一只闪的强恶技补充啊，现在给我一只哈。但应该叫朋友，叫人帮我魔法一下，不是特别难的事情。我要回去补血，顺便的话换人。其实的话到箱子也更方便了。 OK， 欢迎我们下次再来。我不想下次再来的是因为我不想我的东西掉血。它固执性格的后直方啊，还不错。这东西居然是先制制抓的。谁给他先制爪了？催眠术、舔舌、怨恨，好吧，就放他放队伍里练一下极限。耶，有耿鬼用真的好开心啊！好，买点东西先，起码得买十个球什么的吧。这球得买多点，毕竟我们有很多东西要抓。
这边是买啥的？应该是，对，果然是那些 X 物品。我把那些蘑菇卖了先吧。OK。OK， 那么他说欢迎我们下次光临。商店的话倒没所谓，来多几次，但是的话，补血的话意味着我的东西要掉血啊。OK， 那么二号的这路头尽头应该就是伊利玛了吧？我们先去继续去那个坟墓先。哎，这里有个物品。然后这里有个人，我们还没虐，对，揍你一顿。这个大叔，你家死了谁啊？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在这抛你的精灵球啊？绅士红泽，这名字 ，Makuhita， 原来他是后置方的，哎，真不好打。没所谓，我上我的 Oliver 上来。OK， 这么猥琐，一上来就不杀，真是的。吃我竹，你真想夺我攻击吗？拜拜！我操，居然没打死，有没有搞错？真的居然没打死，居然没打死，而且的话还给他这么去，居然给他这么大个伤药，我操，这战术，再见，来 give me the roll， yes， 操，这随机数真不错， OK， 那么我们快15级了，哪来的花呀？那个 PC 中心那个女的不是要我把花给她吗？后面有些什么道具呢？我们这里还能遇到啥呢？给我点稀有点的东西吧。鬼四，再抓一只吧。我们看一下哪只的性格好一点，还有个体那些东西。怨恨，如果怨恨能捡我金球就爽了。这球没掉了800块钱，四个精灵球呢。抓住！哦，那个15级，飞叶快到，太好了。我可以把撞击忘掉。哎，太好了，终于有点高级一点的技能。地震到了8级，学会了黑色目光，土豆到11级。这名字叫 Nappy 吧。现在第一只已经叫了地震了。OK。我看一下性格选哪只好。查看。是捡特防吧，乐天性格，中心性格，爽朗，这是捡物，捡特工加速度吗？我不太确定，这英文，这中文翻译的好奇怪啊！捡物，这是应该是 Jolly 的，应该是 Jolly， 对，但是 Jolly 的话就很不好了呀。为什么这么伤心啊？哦，这些人都打过了，然而我找不到我要的花。好吧，不管了，接着走，我们去打伊利玛去。
方是我室友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还能遇到啥。画狗，我操，这么早可以抓到画狗？画狗是鬼东西，还是抓吧，直接抓，没必要弱，那直接丢球。捕抓力画狗还是很高的，如果没搞错的话。好，抓住，好，自己，我们守画狗。OK。地震到九级，鬼丝好像挺容易升级的，好像24级精华吗？OK， 那么谁会想通关用画狗啊？说真的。OK， 那么前进。骑牛，骑肯泰罗怎么可以？可能要打完伊利马之后才能骑吧。好山药，哎，怎么这么多药啊？说好的难度呢？这真的没有难度啊，到现在为止。当然野怪的话，如果你不用药的话，的确我感觉野怪还有训练师变难了，还是只是我太少打剧情了。都有可能，猎犬。你这个小凤凰还一开始让我旅行还没出发就差点让我死掉了。哎、这东西，这送。对，没什么所谓，学校。我好怕，怎么办？水枪打死你呗，还能怎么办？滚你，走你！哎呀，我操，居然没升级，好吧，我就喜欢看到这个小朋友要哭了，被我揍哭了，太好了。OK， 我操，居然有 Daily Bird。你倒是叼着我的包，我的包不是还在这里吗？我不想去树果园，那我去树果园干嘛呀？哎，居然有 Team Scout。他要抢他们那个树果。怎么说？怎么又是你？他说：“这次要发挥真正的实力了。”哎，那居然敢说话！我没有揍扁你，看着我能多厉害吗？哎，刚好免费的经验 ，give me your point。免费的经验多好！哎呀，厉害！我们来上点分吧。这是什么？催眠的啊？这破东西！你那么喜欢催眠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看我哈欠，我操，神，好，我服，我点错了，我点了诅咒，毫无作用，对我来说，居然是不明特写、哎，然后我不小心点，哎，既然我加了攻击，我就点撞击吧。我操，这输出还不错。我看见水枪的输出先，完全打不动我吧，你个傻逼！15水枪，完全打不痛水枪。我特工有这么低吗？我操，居然没打死。这个字读什么呀？哎，我先自转发动，太好了。撞击。再见。13级，什么时候可以学点招啊 ？OK，Give me your point。
哦，我们要去那个洞窟才可以升级，要不才可以那个出岛巡礼成成果。这是什么果子来的？如果没搞错的话，应该是 Orange Berry， 因为 Orange 是那个类似那种高，广州话里面叫高，对，是 Orange Berry， 可以复试点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们在这乱探索，我操，上不去啊！现在私闯民宅，疯狂的抢夺。为什么这里这么多仙石鸟？难道你输的还不够吗？难道你没学会会用一只有一点用的 Pokemon 吗？那么这是那个果田，为那些种树果的朋友。前走应该就是神洞吧。可以继续前进。这背包少女，我请你喝杯东西吧，我做完你知道吗？好吧。背包客，哎，但是以前那些带背包那些不是都是山男来的吗？不是那些猥琐佬。OK， 换人。换人，这叫什么？中文叫，我知道。我们木棉球，难道你进化又不是变成木棉花？为什么叫木棉球呢？它进化也不叫木棉花嘛，妖风，还好吧？是，好吧，没什么伤害。反正大家是不是叫这些都叫什么恶心棉的退化？英文字叫 cottony。哦，怪不得，那是木棉球。好吧，那地震到十级了 ，NIP 十一级，土犬到八级，没了，240块钱。又有一个阴影朝我们飞来，快来只宝贝龙好不好？该死了，猎雀，还是抓吧，反正见到能抓就抓。十级，还等级不低啊。但是我很不喜欢你。唉，还没打死。哎呀，烦了，叫什么？唉，丢一发水枪行吗？我们什么时候有快球呢？你妈又追击！好吧，不管你。这集我们好像，我这集又录了30分钟，但是我觉得好像这集我们什么都没干呢。大家没有这种感觉吗？快抓住！这集我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呢？这精灵球周围的马赛克好严重，我现在才留意到。土豆到12级 ，OK， 猎雀，这个例会还挺不错的。OK， Spiro， 哎呀 ，fuck， 我不要给你起。不让我写 fuck， 滚你！但是 fuck， 如果你要写，应该真正写法是 f u q， 而是不是 f u c。怎么又是马奎伊塔？刚好野生的经验，免费的经验谁不要？这东西估计经验还不错。换奥利弗。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学 PB 啊？这是个好问题。我烦你的波杀。那个毒，滚你妈！真是的，让我这么生气。
其实我会升级，打完伊利玛应该就能到16级了。我还是把它放到队伍前面，我想它快点进化一下。进化其实比想象中要好一点的呀，126的速度配合90多的，虽然耐久好像是什么60、60、80还是60、60、70的样子，很糟糕的耐久，但是有126的超高速度以及95还过得去的，这个特工配合那个蝶舞的话还不错的。丢包里，走吧，猪猪犬，再见。他名字叫奔走，如果有人，其实很多人应该能理解奔走是的吧？但是不知道，但并不是因为那个原因我才叫他这个的。活力碎片啊，碎片好像可以用来换什么东西的，不是很记得了，我看了一下。哎，这是猥琐大叔吗？山南还是果农啊？他属于猥琐大叔。八大点应该可以直接一下咬死。农忙我还是很喜欢的，这长得真的很不错。卓，别来个暴风就好了，打不死的话。这啥？我操！伤害怎么这么高？那还好吧，再啄一下就死了。再照顾一下吧。16级了，这么快 ？Nappy 到12了，诅咒。没必要给他学。你们照顾一下先，照顾完就照顾好就可以进化了。你们怎么又是他的？还是你的该死的毛发？我好像上次说你在这个头发这么弄，我就把你放生掉的。可惜这东西不是闪光啊。说好的进化呢？不是16级进化的吗？难道我记错了？这都能记错，难道？啊，又蝶又来了！哦，不对，这不叫小，这不那个名字没有蝶了，轩蝶，好难听的名字啊！飞快刀，哎，它是重启的吧？好像。效果不好，为什么你会对我这草系丢粉呢？走起，咬你口袋走你。其实刚才那会不咬的话，应该也打不死，所以没什么太大区别。哎，念力不错，终于可以学念力了。再见诅咒。哎，不对，我应该把那个，其实差不多。把古希塔13级。一招就把撞击忘了吧，发劲 force pump 叫发劲，奔走到9级，又我一小朋友被我打死了，要耗，你的 Pokemon 精神还好吧？我
我的精神不太好。我们去 Poke Center 吧。哎，这是 Poke Center。送这么多费，为什么他给我们这么多东西啊？活力碎片。哦，好吧，原来是这样。回个血。啊，我们还是选一只鬼丝留下来吧，不然的话待会就要纠结了。现在提前选了吧。我们要选 Nappy 还是地震留下来呢？我个人偏向于地震，因为我更喜欢这个昵称，但是还是得看他种族。因为这特防好很多，这速度好很多。留地震吧，我更喜欢地震的龙，我更喜欢地震的那个名字。Nappy， 不好意思了，你要到箱子里了。OK， 我得买点东西。其实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球了吧，最近。买一两个传动绳吧，不然的话就不用烦了。加价了吗？原来不是550的吗？我记得。那是卖啥的？应该就是那些 X 的。不对，治愈球、巢穴球、豪华球。那么凤梨果汁，哎，我操，钱越来越少了。那么它喝的有什么效果呢？算了吧，这集还是分开吧，下集才搞主导巡礼吧。这集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标题叫什么好。毕竟的话，这集也40分钟了，没分开吧，分开吧。那么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